那么这些菩萨、阿罗汉、声闻是阿罗汉，还有天龙八部、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。这一句“皆大欢喜”，要特别留意。大欢喜，为什么会大欢喜？得真实利益。我们读了这部经，真相信了，一定发愿，真发愿的一定放下，往生净土啊！念佛的同修，最后不能往生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。没有看破怎么说呢？对极乐世界没有真心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苦难多啊，难得遇到一个生活的环境非常美好，自己心心向往，希望移民过去，这个世界再好也不能跟极乐世界比，你要真正认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相信你的出离心呢，一定发起来了。我希望离开娑婆世界，我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生大欢喜心啊，心真心了。现在怎么样呢？法院，我这一生非去不可。能去得了吗？你有这个心就真能去得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心跟阿弥陀佛戒引的心相应。阿弥陀佛要戒的人就是这种心，真想去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善人，极乐世界接受，恶人也接受，平等对待一切有缘众生。有缘就是真心，真愿意去，这就有缘。啊，纵然自己这一生当中，啊，过去不说，造作很多恶业。甚至于无逆时候坏事干净了，遇到这一部经教听完了，生大欢喜心，能不能往生？能，也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你在世界上所造的一切善恶业，自信你都没有啊，
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明心见性，是那样的境界。所以去的时候心不清净啊，无你识我不清净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罪业消了，没了。那为什么没了？环境上没了。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恶人，找不到一个人有恶念，没有恶念的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这一句佛号就能把我们无始的罪业转变过来，变成求生的功德了。所以怎么能不欢喜啊？真正欢喜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信受奉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